赖赖嘉欣终于来了，去机场接他。赖嘉欣终于来了，我在机场等了两个多小时。我向你奔赴而来，你这口罩戴起来。转过去。干嘛？消毒呀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做完手术我就终于把行李收拾好了，好困。遵医嘱。是这样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睡觉会这个样子睡。晚安。拜拜妈。我妈送我来机场。晚点去喽。拜拜。别喷了。还想怎么样？好了，想你。咋了？你妈一直在那儿喷，然后别人都在那儿看我，以为我干嘛？开玩笑的呀。好了，对不起。你的对不起对我来说真的是好了，一我不。